但是一样，它如果造成伤害，
也是不能够再返回来的，所以这种东西当然能够避免，还是尽量避免。我们当然现在台湾是一个科技岛，我们要用很大的电，但是要怎么样子来发电，其实是要慎选。当然最好是绿能，但绿能以台湾这么小的一个范围，要纯粹绿能，可能要开销很大啊，像那风力啊、离岸风电啊，什么这些都是高成本，所以还是要过度取代的一种方式。所以我想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啊。那吃东西啊，其实也是一样，由我们自己决定，但是不能把没事当成有事。明明可以吃，你把它说的变成不能吃，然后那没有必要的说法一大堆。其实安代伯呢，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。其实我们很多病都是自我暗示来的。你本来没病，常想说你有病，你就真正有病。没病嘛，我咧想我有病啊。啊，不是说不想就没病，也不是。我们身体生老病死一定会的啦，不是你不想它就不会，但是不要过度的紧张暗示，不要一直在想它啦。就像说我手很酸，你来想我很酸没力，很酸没力，它就越来越没力了。很酸我知道很酸，不过也会用劲，你也是该用啊。你看我们那个莲雾师年纪80以上，你看他在做工作，他敢真的身体就用？没有嘛，有用气啦，就那股气，我只要能动，我就尽量要动它，你自然就不会衰老的太快。那你如果一直暗示啊，我没力啊，我，你如果这样暗示，你就越来越没力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。那身体有身体的业力，但是心呢，如果把它弄错了，会增加你的业力，啊，你心如果把它用对了，这个很简单嘛。同样是你心把它想好的，你就好；你心把它想不好的，你就不好。很简单，我想做好人，你就会是好人呐，你想干坏事，你就是坏人呐，就那么简单。你的心决定一切。啊，虽然呢，我很想很有富有，但是我的福报不够，不是在那边想就可以变成很富有，还是要付诸行动，而且要用对的方式去动，才能达到目的。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心就错，就想错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百姓的基本职责就支持政府，不要跟政府唱反调，除非你的理论、你的方法真的是比政府所提出来更理想，那当然另当别论。但是我们人常常不自量力，其实你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你讲话会很大声，不是大声而已哈，是要公德力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作为一个国民，我们是里面的一份子，你充分表达你的看法。但是你如果不懂，不要随便听。不要随便听，包括我刚刚所说的，你也不一定要听，但可以参考，可以想，哎，这个有没有道理啊？所以，我们是世界上一个小国家，那用陈唐山的公文，还是比赛多少一个国家呢？那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能够产生这么大的能量，到底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我们的智慧，靠的是我们的团结。靠着是我们的眼光，因为我们选择了对的路，所以虽然这么小的一个国家，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是这么大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起自己，尊重自己，不要听那些人胡扯，就有些人根本就乱讲话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没有道理啊，没有道理。我们一定要支持对的政策，支持对的做法啊！谢讲，安人嘛是希望朋友愈交愈多，不要自断前程，自绝死路。那个完全不晓得在想什么，我真的是搞不懂。所以，我哪有说不希望我们国家越强越好的？
那我希望我们国家也你如教如何，你如卖工人如何，没有那一回事哈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实力表现出来啊，当然不是自己在那傲慢夸大，但是不能自卑，要谦虚不能自卑，要有信心不要傲慢啊。这个佛法里面其实也都在教我们这些东西，所以基本上你说真懂佛法，你一定是一个最棒的人，你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国民，你一定会做 最对的决定跟行为，叫正业嘛。我们把行为把想法弄对，把说法弄对，把做法弄对，你就是业，就是清净的，业就是好的。所以观念太重要了，但是一定要依着自己的观念去做，如果我们不能决定听善知识的，听这些真正懂道理的人讲，然后吸收一些知识，不要听那胡扯的。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恶知识还特别多，善知识有，但是有时候他不太喜欢讲话，反而恶知识会讲很多，喜欢发表，那这个当然 很危险，所以下个礼拜六不要来，下个礼拜六我们休假了，还有我们就是那一天再过了十二月二十号的鬼那个拜日，投票了那个拜日，鬼那个拜日是弥陀法会，我们地点也是在这，法会是九点半开始，欢迎大家可以如果有空，如果没有上班，那就尽量来参加。其实我们今天稍微讲一点点佛法，你亲近什么，熏习什么，你就会慢慢了解它，然后融入它。很简单，比如我们去厕所出来，身躯一定加减莫臭，你若大号，就是加减莫臭。啊，你若入去迄个有香水的所在，有点香的所在，我嘴人话，你身躯改成有香味，虽然我无讲点偌济，你点一支尔，但是嘴人嘛是感觉安有香味，唔是安身躯真正会出香味，是因为熏习的香格味道。所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我们既然是要学佛，当然就要尽可能掌握机会亲近三宝，就这个样子啊，不然你怎么学佛？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学佛没错，但是熏习的不够，就是说投入在这里面的时间不够，那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重要的事。那一样的，你若入世觉得很重要，那出世觉得不重要，你会解脱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，他释迦牟尼佛那个已经修累生累劫修那么多了，他想不想也是要确定我这世人没有正果，我不下咒，就所有苦行 都修，然后成佛以后呢，不是成佛以后就没事了，三十五岁成佛一直到八十岁，天天孜孜酷酷的，完全不休息，安怎啊？遐真正修行者，一日上这困寡这四点钟，那即马有一种理论来讲哦，安较早是讲，若困无八点钟就困无饱了，即马有一种理论，安若困有三点半钟就饱了。问题是品质爱有够，安即马是啥呢？八点钟实际上真正困了三点半钟，剩呢唔是伫遐打妄想、乌白想，就是咧做梦。就是都睡不着，真正睡的也是三点半钟而已。所以一般真正的修行是中夜，就从十点到两点，十点到两点那一段时间是休息的时间，其他呢我们去看佛经也都知道，两点以后他们又在精进了，
又在静坐了，又在就思维的境遇哈，所以我们因为太懈怠，所以时间很快就过去，然后觉得这一生好像没有什么进展。啊，如果真正用心懂得精进，其实每一天都在进步，因为你每一天多两个小时，你的生命一天加两点钟，你家想看嘛，你这世人加偌济时间？反倒等来讲，一天减四点钟，你看你这世人偌济时间无？所以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人读册读两点钟，你读册读两分钟，你是要安怎交人比啊？啊，所以一样的道理啊。为事业的成功，你来看，这人念念都在事业上，他随时想的都是怎么把事业经营好啊。这个在我身上就看到了，因为我对事业一点企图心都没有，但是我的哥哥，真正是不为讲的。这不管是想到的是要怎样，要怎样做事业呢？安尼做工课呢，规个拢伫内底。我拢想讲啊，安尼就会使。伊讲袂使，爱搁较好个。所以阵伫迄个，我拢定操半暝啊哈，因为听一摆无够好，爱搁做一遍。啊，做一遍的时间吼是愈做愈长啊。嗯，这种人常常是熬夜的，不睡觉。他就陪着我。因为我在负责那个声音的，他就陪着我。伊不是讲啊，你一坐，伊坐一困，伊就陪你底下。啊，你敢好势讲啊，安尼会使啊，卖坐啊，不可能。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一定都是充分的努力才达到的。不会讲啊，这个人福报加大，伊做啥赚啥，不会的代志啦，嘛是拢爱加用心啦。啊，当然福报是加重要啦，为人认真嘛无好啦。啊，为人认真，伊就有成就；但是反倒等来讲，无认真一定无成就。无就讲，唔免读册，讲了考试一百分，没有那一回事。除非伊三年来考二年，当然唔免读个一百分啦。啊，安尼若讲，你做的是当下你爱做的，无就唔免出力的啦。啊，所以这道理真简单哈、好，那么。我想我们都想学佛，都想把自己的身心慢慢修得好，但这里面绝对不要迷信啊！因为今天有人希望我讲一点点这个东西，你破病的时候念佛会好的，还是说去祈求佛菩萨就能让你病好，这个理论敢说会通？这个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，我们念佛，我们祈求是在让我们的心不掉在那个错误的紧张上面。我现在破病啊，我一直在烦恼，我要安怎，要安怎？你若安尼想的时候，病情会恶化。那我知道我有病，但是我把我的心放到跟佛菩萨那份比较清凉、比较光明、比较有能量。把心放到那边去，至少它可以抗衡你的妄念，不会加重你的病情。那你如果说更厉害的话，真的可以把心完全放松了，事实上它产生的能量或许就可以修复你的身体的病。所以这是念佛上大的动力，不是说你在那里念佛，念这个佛、念一句佛啊，功德偌大，会当把你这业障消掉，那个是不如理的。这套理论呢，是后来佛教我们每期研叫做大圣，啊，叫做大圣了。啊，其实大圣就讲大话了。我们要发大心，但是我们不讲大话。真正的大圣是发大心，不是讲大话。不是把那境界讲得很高，那不是大圣。大圣而是你的观念要正确，你的心量要够大，才叫大圣。不自私才叫大圣。如果都只是一天到晚为自己好而已，那不能成为大圣啊。因为你的发心，那个心量有限，
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啊，不要拢总啊大圣了哦，啊就甲食者碰风讲啊，就唔是佛讲的哦，啥拢唔是佛讲，因为咱若看佛真正开始，哎，上简单咱举一个例，就有人去问佛啦哈，讲这个人死了啊，该念经念佛，会当何以去？伊无应该去的所在无？伊意思是讲，这个人也是歹人，那是歹人。你叫一群人来该念经，伊会当去好的所在无？啊，反倒转来来，这个人这个、行为真好，叫一群人来该纠缠，伊会去歹的所在无？用这个问题来问佛啊，啊佛就足简单讲啊，伊讲一块石头哈，你还放在水内底，一定会沉落。好，你即马开始来祈求，开始来念，该念什么经，看迄个石头会浮起来未？哈，这就是讲迄个业力重的，敢会当靠讲人在该念念的，啊伊就会当去好的所在，无可能。啊，反倒转来呢，你这个业力也足轻。敢那油相共，啊，敢那油相共，啊，你啊等落水来咧，你来念，讲假定无，假定无，假定无，无可能，也是菩提顶观。所以，我们去什么地方，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业在决定，不是你念什么咒、念什么经可以改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念？自己要念，别人要帮忙念，为什么？就是在那时候。救你一把，就让你的心态这时候还有点转机，还可以改变一下。我虽然头前都不对，但我这念对的时候，这念最近，这念会能决定，是这个道理，啊，是这个道理。就是说要转那个往生者，他的心念甚至有法度照着大家在这共修，做一个改变。啊，心哪先？伊就对仙的去，啊，唔是对仙的去，就伊是拢仙啊，就敢讲安人是三善道，是不是？那每一个人业力都不一样，大家拢来做人，有的人做啊真精彩、真风光，有的人做啊真可怜、真落衰啦，就一世人就拢就歹，世间拢人啊，是安怎样呢？就他虽然有机会到善道，但他的业力大部分都不理想，所以他只能得恶报。所以去什么地方当然也是一个契机，但不是去什么地方就怎么样，就按这样讲，好像小刚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成就也都不一样，那个业应该是说重业已经很大了，同辈同母啊，啊，那个遗传基因都差不了多少，但是问题是个人的业力还是决定一切啊。当然后来的基因的改造、基因的帮忙会让你有所改变，但根本自己的那一份还是谁也动不了，只有你自己能动。借着别人的力量，借着诵经、借着念佛、借着做法事，其实就是让你有机会改变。不是做那些东西真的可以改变你，就一定能改变你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，还是你自己决定一切。所以按佛德讲，佛法是甲咱交代强调，你得爱克你家己，你得爱克法，以智为宗，以法为宗。俺想要去好的所在，要坐什么船？坐家己。自性准，这法的准，这对家己的善业，才能去好的所在；这歹的善业，歹的恶业呢，就自然去歹的所在。这个道理上拢无法度改变，佛嘛无法度改变，佛嘛无法度改变，何况是咱啊？所以唔通迷信，但是唔通迷信，唔是叫你唔通念佛，唔通拜佛，唔通念经，唔是哦。按念佛、拜佛、念经，是咧改造咱的思想，改造咱的想法，改造咱的态度，改调和掉。啊，当然，咱就以法为宗啊。然后受用的是谁？
以智为舟啊！啊，你捌遮道理，你就会当用啊！你唔捌道理要安怎用？啊，你捌道理，你唔去来用，捌遐道理要从啊？所以离开法，离开自己，没有什么行好修，不要迷信，不要迷信哈！啊，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啊，我都遮虔诚，是安怎个会破病？啊，我都遮虔诚，是安怎会得到感情？你的父母亲如果是癌症的患者，那你大概80%以上跑不掉，不管你有修无修。但是现在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，按有一个定期的检查，在他没有恶化之前都很好处理，如果一期还好，二期还好，到三期大概就很难，到癌末那就几乎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提早发现，所以为什么要学佛要随时保持觉照，要较精彩的，较清澈的，较明显。当你的身躯有什么现象出现的时候，不能还当作无代志，也不能紧张，也不能还当作无代志，最后是去给专家或者医生给你检查啊！现在很多检查都越来越进步，也不疼也不疼，所以根本就不用烦恼。以前如果去检查就是会用用很两倍，现在不会，你睡一醒就大家都给你检查了，甚至已经给你处理了。所以不能迷信，不能想说没事，有事情越早解决越是小事情，唔通小代志，还囥好变大代志，遐想要解决，嘿，拢想慢啦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叫因果，这个叫因果。我们及早去处理因缘还没有那么复杂，因缘还没有，快要到爆发的程度，我们把它处理掉，就不会有那个结果，啊，所以，学佛是让我们越来越警醒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负责。越来越能升观实相，到底该怎么做，它是什么，应该要怎么做才好，这个才是真学佛，因为这个才有智慧。学佛就是要开启我们的智慧，学佛不是要迷信，学佛更不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就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价值跟能量。啊，不是要靠什么人啊？啊，不是要人要求人可怜，叫佛菩萨给你可怜一下，不是？那你如果还要佛菩萨可怜你，你真的是可怜啊！当然我们不能傲慢，但是要负责。我造了恶业，就要受恶报，求佛菩萨是不负责任的。我受恶报，我来消我的恶业。不是恶报来的时候赶快求佛菩萨，看看来当卖修呗。如果那佛菩萨是安尼给你帮忙，那佛菩萨完全无智慧，佛菩萨不可能安尼给你帮忙。但是呢，伊会真正会助你一臂之力。那一臂之力是你无法度动的时候，伊适合先把你刷着。但是你也是要去吃下苦，你受不了，他会帮你。但是呢，负责的还是我们自己。他不能真的帮你，他帮你是方便暂时的把你处理一下，他不能真正的帮你处理问题。要真正的处理自己的问题，要靠自己的智慧，靠自己的行为啊。所以这个才是正法，千万不要迷信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哈。那我们今天的共修呢，来做个回向，希望这些大德能够身心自在。陈红桂枝、廖其安、黄蔡敬凤、陈天生、陈江立凤、黄武龙、傅孙月娥、孙特龙、施学忠、江雅玲、季庭宽、欧俊贤、陈觉、沈妙瑜、苏朱门、陈义静、陈林仙陀、高明志、邓翁锦绣、蔡其祥、
郑刘清、许贝硕、简敏雄、杨淑文、陈阮、柯卫芬、黄正义、蔡卫、岳飞、魏珍珠、孙蔡好、黄千恩、段秀玲、杨达稿、陈水务、叶明贤、陈昭南、林俊邦、孙明雄、陈菊、柯正盛、蔡腾权、杨武宪、蔡淑芬、黄武成、许贝明、吴东义、邓慧芳，啊，愿他们都能够身心自在。同时我们也回向给陈瑞麟、张武雄、卢歇、朱金、陈丹桂、雷春福、李霞、曾丁满、周天生、歇秋、秋凤、陈秀慧、林新山、张玉超、涂林月，以及弥陀殿所有大德，愿他们能够品味增上往生净土。嗡啊吽。